鸡爪子，我说早点炖上。那我一会儿就炖上。炖也行，大锅都是烧火，没啥干的。大锅呀？嗯。大锅也行。就是烧火没啥干的烧。行。先烧呢，才甜的，馒头。是，那行，这炖鸡爪。那鸡爪子就没就这么个，没化就行吗？对，那得化。那行，那都烧，等那化烧透，劈了牙都。炖点鸡爪子，这些鸡爪都留着了，这大鸡的。哎呀，还没着起来呢，酱不少。酱不少啊。没着起来呢。点呢。这是火上不来这锅呀。我看哈。嗯。呀，八八就中，主要就是炖呢，主要是。其实炒不炒都行，就是个。是，这直接炖上得了。就是个那啥，老抽。酱油。水，那锅是热水啊？对，这锅不咋靠汤啊，爷啊，不咋靠汤，我先这么劲儿吧，我先烧锅吧。行。啊？啊，有点像。像什么玩意儿呢？不是这个，不是这种感觉，这种瓶这种感觉挺格路。鸡爪是主菜。主菜。臭豆腐还没拆盖儿。这个我就完了。没啥多少。我进那天16度，我现在糊弄到18度了。这不短，屋里多热呀。我现在都热了，穿这身啊。刚靠墙里穿的。那个我那都搁窗户这招着，也墙招的。你那可哪儿呢？你看我都不到29度，能到这程度吧？菜都下里了是吗？嗯，就差那啥了。你那些酒没泡上啊？泡啥？没给他那个泡点东西，搁叫上啊，先呐。叫啥呀？我一百多家里喝没的，叫啥？一桶没了，完了这边加一把，那剩不多已经差，这边等着都喝完2桶。还得拿杯酒啊？嗯，头怎么样？那你这个不够、我爸不用够，我自己来。这鸡爪子。鸡人。行啊，这玩意炒的不诱人吗？哪壶我也没咋吃，跟你说实在话。行吗？哎呦，我这里都没搁盐啥的，你看。哎，够了，够啊。够。嗯，我啥也没搁。还不搁盐？没搁。没搁盐，那个盐味儿。那个料里头。那个料。就搁那料了，反正植物素啥都没搁。再搁点我尝尝。我这玩意趁热吃呀。趁热吃，要吃不了了呢。抓下这个。妈妈，来吧。你看看吧，你看那啥了？没事。给我一个手套。哎，你大五哥带个什么？那你来。啊？我可吃那个，快吃，小孩快吃。一会儿抢不上桃，没有你了。再来一大，呀，可烫啊！刚才不是吃个豆花？这纸就是纸，就是纸啊，费劲儿。来皮的，先来点汤嘛，是吧？来点白的，来点白的。给那小杯儿。我这杯呢？来这一杯得了。倒完了。有饮料？不用。去给我取去。拿去喝点酒呗。一个劲儿招呼，不好说啥。来。关键谁呢？不开，我也来一块儿。咱俩先整一块儿就完事了。搁这里不就是啊？再整一块儿那就。那我得。你试试。这就有点渣子。对，这全是带渣子。渣子上边儿，顶上边儿。不对，渣子在上面。嗯，行。你让他干干子，干着没事儿。打开了左就臭了。嗯，好。那好。你可吃够海参的了，一干一半块一口，够咸的了。不开呀？这热乎里不就开吗？你刚才开不耽误吃吗？那还得来点儿。喝酒啊，酒还一口没喝呢。哪有行？喝一口吧，你要你来成会开，你认不着，你喝一口开。聊那你他按着。不要这样，我真不要。那我这事儿，我跟你喝俩吧。那喝俩得去喝，那我跟爸俩喝白酒好。喝白酒了。你那这张律喝俩，
我开车下午。不，他爱开车吗？可能还上长事儿，上啥呢？嗯，有道理。嗯嗯。那你喝两口吧。我不想喝。不想喝。嗯。不想喝就不喝。嗯。我来希望。那对，咱俩得上午茶去吧，这么说就。啊，很挺好啊。你成功了吧？这是，不管能不能咬动，就俺算这成功了。他俩吃挺好的，反正给你面子。哎呀，连那锅太慢了。嗯，王飞来一个，我来一个。你可不能给那个，你可不能给韩冰，你可不能给韩冰。一会儿我跟他吃。咱啃鱼就行了吧？我啃鱼。嗯，我照呗，那我来这炒那个哪好像。那地瓜不行，转不了。我忘了，吃的都很弄。十个呢。给你搁这酱了哈，搁了。这几个鸡全宰了。那都得了，那留留是一溜就瘦不是吗？这一上东一溜就瘦。那刷拿的都是肉块是吧？这是鸡膀子、鸡腿儿、鸡胸脯。鸡膀子。一个鸡的。那就是那嗯。这是五个鸡腿，谁都没给鸡腿，这不就那五个鸡的凑，凑一块儿。是五鸡还是啥呢？应该是四个鸡，应该前面留俩，一个有没有十斤过钱？过了，整完十二斤呢。最大，最大的都收拾干净，腰肉块，那十二斤呢。一百斤鱼赔的，一家庭功夫搭的。那我也不讲那个，一百斤鱼能够吗？这叫有一百斤，得有一百斤，差不多啊，得有一百斤。天天喂啊，天天喂鱼啊，说啥呢？咱这鱼不值钱吗？吃鱼也香，跟前的谁没咱家的鱼的鸡大？现在撵了啊！咱这鸡还一个没糟践，他们俩都糟践了。十啊，这冻豆腐搁里可好了，可嫩着了。那咋回事？冻豆腐可嫩了。来，大孙子，来一块不来？一直吃呢。一直吃，搁点这样不得？冻豆腐是没冻好啊，那咋能这么嫩？冻好了，不是，这搁这里不行，搁这海屋里边就那样。不是吧？啊？不是，没了吗？嗯，冻时间短。二十。哎呀，没那个事儿。没出风锅。嗯，时间短。出风锅了，冻的时间久。行，嫩。出风锅了，嗯，大风锅。而且你这最好是管一下子再冻，那正好。那得干啊！这就得整着吃这些孙子。嗯。妈。嗯。来。哎呀。